说没有就花啊，蒜泥啦、青菜，对啊，就给他玩颜料。你我很有气势呢，昨天画超有气势。大笔大笔又推下去。嘿，对啊对啊，这样就对了嘛。好拜。不你怕啊，去给大哥说一个很坏事。不会啦，什么东西都是一个大家风范吗？就是有气势啊，大家风范那骨髓都很高的啊，正经话没半片。说这样那个骨髓要生出来，心肝怕死。哦，都是先做光影哦。哦，光影确定之后啊，像这个，记得哦，边缘在做的时候，带一点点那个的感，那个毛绒的感觉。等一下，我们再加别的颜色进去哈。我们寒假一样会有写生活动，就是说会公告给大家，如果有空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参加。哪边公告？我是要选一个好日子，选一个好日子，选我没有工作我才能去。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没有工作？所以你要预测能力要强一点。我预测晚会啊，对啊，晚上不会好。我先我也先讲，你先把时间留下来。先讲不好，我先讲不好。伊个讲，伊个爱做就是爱做啊，为难。可是我觉得去写生啊，真的有一点收获。会啦，对啊，你现场画跟你自己在家里。看照片画，画人围啊，然后你在那个讲解的时候，对，你会比较有感觉，真的，不是聊的比较多，比较有，大家真的一起聊就比较有收获。我看你们都聊开了，是哦，您后盖可以得去跑了。对哦，给我拖刀去啊，蒙起来。我打刚松鼠夹，你们看那只松鼠，我都拍下来。真的。老师，我也是说，以后大家要做分开一点，你看在那拿土豆。立奎现在是可以，跟一起来啊。对啊，人家他也有去耶，然后连音都录了。那伊拢跟阮家欧阿三小姐到顶去，还佫去啉咖啡。我有事。立奎要约会，没时间。对。我早嘛打一个，哦对，有一个我嘛打开，我讲你哪个去啊？我知道了，约会啦。谁？就那个啊，哎，那个叫什么？上次画那个跳到油画那个吗？我不知道。跳到油画，本来素描很强的，我不知道。哪一个？都跟我同款拢画袂好一个。你说另外一个？是你喏。他也会承认。你看他姿势好漂亮。对啊。我吓死了。你是自己喂他的？不知道谁放。那个下面那个他们来泡茶的那些人放。哦。嘿。阿伯客拢唔心通知。你也惊吗？我妈伊做心头事。你在讲头刀？哦。啊，他们就是近亲啊。伊照料嘛是照常过甲济。嘿啦。其实阳明山写生还不错啦，只是怕你们嫌太远而已。那我有洛兰党仔偌幸福。啊，我都沿路一点拢无，还去警察局。啊，是哦。那我做感恩洛兰，有伊代车。那是我做够忙的。啊，我因为你用早车，然后坐，无看我面哪去哩。对，我现在也都不理我，因为你委托我去干嘛？他可以带小朋友去玩啊。他不要，他说小孩子会吵我啊。不会啦，我囝来去吼，我看不是跟他洛兰走去。无去啊？嘿，到尾啊，搁加上因囝，我看规个拢变变。就一团收就对。然后给
听伊讲，我妈妈等一下一会儿你拿来，我帮你检查。检查？嗯，我帮你检查。哦，我看你哪里哈不行，我跟你说。我说谢谢。二年级小二。那个眼睛亮点留下来哈。妈妈是没自信，她是超有自信。哦，这样就对了。真的。就是要有自信。没办法。哦，不好气势也要拿出来。对啊。他都比较晚。对啊，他现在比较晚下班。哦，这样子，整个光影第一层就会跑出来。哦，这样这就是第一层。所以说你们不用急着去画，应该边画光影啊。那像这个暗面的地方，其实我不画都无所谓的啦，就是说形状不是很清楚都无所谓，我把它跟后面合在一起。注意整体的那个光影上面的配置，哦，都可以，哦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一些颜色上面的。那什么色？这是肤色，应该有吧？你查到哪些应该有吧？有啦，我还另外去买呢。对啊，结果这只60块。60块，对吧？你买一种二级耶？没有，他单卖的只有。跟这个颜色。我们那是三级的，不是吗？我想应该是。你画。这是132，这是152。一个较粉呐，是不是？哇，你看会出来？对。我老花，啊，所以看较清楚。哎，真的啊，看远比较清楚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对啊。哦，那看近就不行。你可以这样子哦，例如说先平涂。你还记得我们几个笔法，哦？第一个是平涂，对不对？把颜色先着上去，像亮的地方啊，你可以先把颜色先稍微着一次。哦，但是最亮的地方你可以不要着到色，轻轻的就好。然后越靠近这边的地方呢，把比例起来稍微画深一点点，那它基本上有一个第一层的颜色，它就已经有明暗的变化性了，对不对？哈，那接下来你可以再用深一点点，这个影响掉了，哦，深一点点去做那个毛一个一个的感觉，但是你不用整个都画到满哦，有一些地方做就好，它我们自动就会去把它联想成一整块全部都是，像这边你要稍微做一下，它，啊，不会自动联想的，你会说你怎么没画好，亚公你没有想象力，然后是他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，对，你这样讲他说哦有我看得到的，国王的心意的，有没有，都嘛是这样，笨蛋的人看不到大臣，哦，下次你们要说没有啊，这要有智慧的人才看得到。哦，有，我看得到，哦，我也是很有智慧。没有，哦，所以你可以稍微乱笔做，你不用做太整齐，哦哦，越到下面越深，你可以再稍微画深一点点。我昨天我要想说老师没有开灯。下。昨天。哦，你说模特儿那个？对啊。欸，有啊，我有开灯啊。哎呦，我那个位置看不到。哦，完全没尴尬。你选一选啊，人山人海。不过然后去上足趣味的，遐个大哥因咧讲话哦，足笑，甲遐个大姐，好好笑。敢讲。你跟我的处理，然后上那个课好开心，大家都来聊天就对。亮的地方，哦，那像这个脚这边，哦，亮的地方你可以稍微做一下，手，耳朵，
差不多微电，我们再把它稍微修一下。